2016新北市眷村文化节在空军山中一村举行，现场不仅有人分享眷村美食，还有吃土米的体验和当地的表演节目，让人重新感受以前眷村的美好。眷村妈妈回娘家，现场料理自己的手烙菜。新北市长朱立伦也来到现场，跟美食家梁佑祥合作夫妻拍片进行美食。这个不能说夫妻，但是这个上一代跟下一代的什么，你们两个连在一块，我来领，你那边，对，好，一起啊，好，市长，我们一起看到前面，来向妈妈砍前面，砍前面哈，砍到，好，领 ，OK， 好。眷村美食是集合大江南北，也是台湾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，很多很多的妈妈在当时比较困难的环境当中，用各种凑合的方式凑出来的一桌好菜，所以给我们回想起来，其实是台湾非常重要的我们过去的历史跟文化的资产。2016新北市眷村文化节伫咧空军三中一村老力举办，新北市长朱立伦期待眷村守望相助的精神，会用一代一代传落去。眷村的精神叫做守望相助的精神。大家都知道，在眷村里面，别人家的孩子就是你们家的孩子，你们家的孩子也是别人家的孩子，对不对？哪边有东西就是一起分享，很多事情就一起担当，本来就是这样，这就是一个守望相助的精神。活动现场除了热闹表演舞台，边啊各各种的铜碗加文物的展示，好民众拢感觉真趣味。还不错啊，而且因为昨天金钟奖是那个一把青入围很多奖项，所以我觉得刚好就是有搭上这个，就算是那种一把青眷村的那种文化，对，我觉得很不错。要带小朋友来了解，看影片。好，谢谢。那你今天要来玩什么？甩，玩甩，好不好玩？好玩。文化局表示，空军三中一村是新北市为保存上完整的空军眷村，计划106年修复，107年完工，成为新北市眷村文化保存的热门场所。记者新疆李炳辉三中采访报道。